中国科浪会为着要推广在地优质农特产，特别注重红将军品牌，每当只要农产的产季节到，都会受到市场欢迎。中国农会吼，伊红将军品牌是为着要推展咱阮将军区的所有的生鲜产品，所以讲，阮利用红将军这个品牌来咧行销，阮所有的一挂生产生鲜产品啦吼。啊嘛，像芦笋这块嘛是透过阮的红将军的品牌来做一个统一的行销。台南是芦笋的重要产地，经过农会甲农民客座，品质严格把关之下，来使互消费者食着美味优质的芦笋，更加会使食着安心。阮真吼，阮遮的客座吼，阮若搞入来吼，拢靠个吼，阮的质朴快筛吼来维护着阮的品质的安全啦吼，啊来确保按消费者的权益。啊，真多打三月，打开始要管的呢。啊，真个芦笋拢是真青吼，啊来，啊望希望着咱遮个消费者会当来共同来支持阮将军的吼，红将军的芦笋，啊嘛来支持咱国内芦笋的一个销售，帮助咱的产业的发展。最近进入芦笋的采收期，农会也提供新鲜好食的芦笋，民众会使透过网络或者是电话购买，支持在地的农特产品。南天新闻台三将军采访报道。